工哦，他是我们台北市优秀的志工，也是得奖的志工哦。那他有做一个建议哦，6年的一个建议。那因为他每天都在这里服务学生的交通的安全，所以他很了解这个现况。那我要首先要感谢龙山国中的校长、还有主任、还有家长会哦，还有志工。那你赶快说明一下，这个改变哪里？来，改变很多。天哈，我们本来这个很暗，对面根本就看不到。看不到。后来我有跟校长和罗工长，对，我们跟这个看不到没有办法，这个学生跟这个老人家，对不对，都没看到。对。那是不是？因为反正我是原先是讲说，请他放置灯一过来对。可是他说不算了，因为太贵了，要100多万。对。那我说，那这个我们课额可以怎么放置灯偏亮一点？对。换一个新的的话，对不对？和对面的行人才能看到，因为你看暗了哈，可能看不清楚。那行人跟学生看不清楚一下，就一定说这个很危险。我要非常谢谢志工哦，他每天为了我们学生的安全在这里为大家服务哦，啊很多年了，而且都很好的绩效哦，还有志工还有家长会哦，那这次真的要很感谢你们啊。他反映问题，这个问题啊，终于很快就把它，因为我们想说，其实我当时的想法是说，哦，很多专业的委员讲好多意见，我说啊，因为这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接口，那他们用很专业的意见哦，然后提出来，那我非常的感谢我们的龙山国中的这个洪国宏洪校长哈、哦，还有这个我们家长会，还有我们的志工，还有我们的主任哈、哦，教务主任啊，去学务主任哈、哦，还有很多的这个，还有。包括里长，还有包括议员哦，大力帮忙，让我们有一个学生有一个，还有我们台北市民有一个安全的这个安全的环境，安全的交通安全，我们非常重视，喊一个赞好不好？非常令人感动，是，交通安全。